成就杰出的过程，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探索之路。每一次突破，都是与自己的狭路相逢。无论此刻我是谁，是铮铮铁骨，还是谦谦君子，不畏成败，勇敢去经历，才能与更完整的自己相遇。融合创新，就像这瓶中酒，开拓传统界限，可张弛但有度，与你我一起创造属于下一刻的全新味道。